为什么说巴德寺是马祖最大的一个聚集的地方？所以在巴德寺呢，马祖才能够传过来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早都来到哪里呢？在巴德这地方为中心点，然后呢慢慢向外扩张，到了桃园市，到了平镇市、中坜市、大溪、龙潭、新店、中和、板桥，还有最远到哪里？泰山，对不对？这里面是不是也画了桃园、新北市、台北市都有的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最集中的人口在哪里？是不是在巴德这个地方？所以巴德是巴德乡亲接触最多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马祖文化里面，建筑物是不是文化的一个元素？是嘛，对不对？那马祖的建筑物跟台湾建筑物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一个是什么？是植物材料不同。一个材料不同，另外那个还有呢？外形、格局、形状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建构的形状不一样，再来什么不一样？屋顶、造型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这三个东西整理一下。位置不一样，材料不一样。马祖的房屋建筑，早期的房屋建筑材料是什么？石头。OK， 好，它的造型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一个是屋顶，好，屋顶不一样，它是烽火山岩的屋顶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什么不一样？位置。位置哪里不一样？马祖的地是什么样的形状？丘陵地，所以它盖的房子是什么样？梯都是阶梯式的，对不对？阴地嘛。不同的地方，所以一地来盖房子嘛，所以是在好像盖楼梯一样盖上去。再来，房子的造型不一样，造型哪里不一样？一个比较丑。台湾都高楼大厦，对不对？对。马祖高楼大厦多不多？多。现在慢慢有，早期都没有，早期的房子大概有2层楼最多。为什么？各位想为什么？外面是斜的，怕会倒。因为地方是这个土地比较不整、不平整。这第一个原因，第二个原因呢？风大，所以马祖的房子，各位有没有发现到它的窗户大还是小？小。为什么小？窗户太大，风就吹进来了。还有马祖的屋顶是长什么样子的？斜顶，对不对？它的瓦片是什么样子的？瓦片有没有封死掉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封死？漏气啊。漏气的。所以马祖的房子也叫什么？会呼吸的房子，就是瓦片有缝隙，夏天的时候风会吹进来，所以房子很凉快，对不对？因为窗户小，所以冬天的风吹不进来，比较温暖一点。所以这些是不是我们祖先的智慧？所以祖先呢，不要看祖先很有智慧的，他们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。那另外一个马祖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？因为地理环境的关系，所以马祖是不是每一个村子，有去过马祖的同学举手？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大马祖到处都可以看到海？对，对不对？台湾能不能随便看到海？我们最近呢要到永安渔港，最近要到芦竹，对不对？要开车开个20分钟、30分钟，甚至一个小时。马祖随便走都有海，对不对？而且马祖是不是到处都有山？对，没错吧？台湾我们要看着山，是不是要跑到虎头山去看？马祖是不是到处都有山？所以马祖有没有发现到？到处都有海。所以马祖呢，到处都有海，马祖变成什么？一村一道口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每一个村子都有一个海湾，都有个澳口海湾啊。那为什么会一村一道口呢？是为了做什么？打鱼，打鱼方便。不错，大家还记得啊？因为打鱼方便，早期马祖的这些阿公阿嬷们，他们都是靠打鱼为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住在一个村子的什么位置？靠近海的地方，为什么要靠近海？方便。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老师讲的，马祖龙为什么长很大？因为以前有没有电话可以打？没有。有没有麦克风可以叫？没有。所以很早的时候，我们的阿公们，他们出去打鱼，是不是一早出去打鱼？渔船开出去，渔船要回来以后，要不要家里人准备了？要不要准备拿篓子、拿桶子去抓鱼？是不是在海里面就开始喊的？喂，子儿，你赶快准备好，我渔船已经回来了，要把桶子准备好了，是不是？不叫叫，所以他们是不是练成嗓门都很大？所以马祖人是不是人家说话跟吵架一样？他是不是在吵架？我的意思。
因为它嗓门就是大。再来，我们的麻田话是不是音都比较重？所以大家就听得好像在吵架一样的意思。然后再来，在马祖这整个文化里面、建筑里面，马祖还有一个重要东西叫庙宇。所以马祖呢，地方是不是这些传统的庙宇都很多？是不是马祖庙宇很多？我们有没有住在桥子村的？三北村的。旗壁村的举手。哎，桥。你们旗壁村有几个庙？记得吗？那有那个五个。有几个庙？想到了。我到陈家军。老师，陈家军在哪里？陈将军是举官吗？好，那我是举官。马祖也有陈，南竿有陈将军吗？那我们南竿铁马也有，南竿村也有陈将军吗？应该吧。提到哪个村的人，你到底是哪？到现在还没搞清楚。桥子不是北竿。桥子在北竿。桥子这个村，老师有没有讲过，神明比住户多，庙比住户多，对，对不对？神明比住的人多，还记得吗？为什么？要移民走，因为那个地方移民都移民走，所以呢，变成说庙比住的这些住家还多。然后一个庙里面会不会只有一尊神明？哇，对，好多神明，对不对？好啦，结果神明的总数我们来点一下，加起来它的数量比住在这个村子里面的住民还多。很有盼头。好，所以这个村子变成一个什么样的村子？神明村子。神明的村子，对不对？住户反而少。好。好，所以呢，庙宇在马祖占了个重要的地位。啊，马祖的信仰，马祖主要的信仰是什么？妈祖。大家想到妈祖，对不对？妈祖是不是马祖最主要的信仰？是。是不是最主要的？是。好，不是哈，妈祖是马祖重要的信仰，重要跟最主要不一样啊，各位要记得。什么叫重要？什么叫主要？重要跟主要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差在哪里？一个是基督教，一个是主，一个是重。主代表什么意思？主就是主大部分都重要，绝大部分都是它，对不对？重要呢？在马祖，它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是在这个地方占的分量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所以妈祖在马祖是主要还是重要？重要，它不是最主要啊。所以实际上呢，在马祖最主要的这些信仰呢，是哪里？啊，白马河王啊，五味灵通啊，华光大帝啊，威武陈将军这些呢，是很主要的，因为信众华更多啊。妈祖虽然说是很重要的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主要的信仰。那为什么大家都想到马祖就想到妈祖？因为印象。再来还有什么？还记得老师因为马祖算是运动会，因为马祖是要发展观光，为了发展观光，什么叫做包装？那对不对？马祖是很好包装，因为大家都比较认识马祖嘛。大家在台湾人认不认识白马村王？不认识。陈将军认不认识？不认识。所以好不好宣传？不好宣传。那马祖因为他名气比较大，所以是不是比较好宣传？所以呢，为了发展观光，所以比较好包装、好宣传。好，再来，马祖的传统建筑，那有讲啦，它的建筑是烽火三元。烽火三元又分成两种，一个叫彩色，一个叫什么宿舍的。那老师考考各位，现在住家的是宿舍还是彩色？宿舍。庙宇呢？彩色。好，大家记住啊，你们看到了彩色的这个很鲜艳颜色，想一想，这就是庙。看到这个宿舍的这些烽火三元，那就是住家，可以了解吧？好，再来，马祖的村落房子还有一个特色是什么？是不是像玉山一样？我们刚才也没讲呢，马祖的房子是不是大概都两层楼高？不高。再来，窗户大不大？不大。好，为什么像都是玉山似的？因为房子都不会太大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它都用石头垒起来的，所以呢，是不是盖的四方方的？四方方的，它们是不是联动？有没有联动？什么叫联动？就是大家一排盖过去的房子叫联动，都是单一盖的，单一盖的四方方的房子，是不是就跟一个印章一样的？所以马祖呢，它的房子也称为一个印式的建筑物。
好，再来，我们谈到马祖的美食，对不对？好，马祖的美食主要从哪里来？海里面的。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？我家的冰箱在海上，为什么？冰箱是什么意思？放食物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家里是每个人家都有冰箱，我们要吃东西去哪里找？去冰箱找东西吃。那马主人呢？因为他的食物从哪里来？海里来，所以他们的冰箱是哪里？海里。所以这句话贴不贴切？很贴切吧？想吃什么，到海里去找。海里有鱼，有虾，还有什么？蟹、贝壳，对不对？还有鹅啊，所以这些呢都可以去马祖找。那马祖现在呢，除了这些东西以外，马祖最近在发展观光，所以马祖要发展观光，马祖发展观光最大的条件是什么？卖点是什么？卖点是什么？海，对不对？海是马祖很重要的一个卖点。所以很多东西是不是从海里来？相对呢，景观是不是也从马祖，也从海里来？所以马祖呢，在做发展观光里面，它主要喊口号，喊哪些口号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马祖现在有什么东西值得大家去看的？好，有四个，世界的第一，背起来，待会会考。世界第一有哪四个？世界第一，最高马祖狮神像多高？29.6，对不对？公尺。再来，马祖有最密集的军事坑道据点。什么叫军事坑道据点？大据点。就是阿兵哥以前为了打仗躲在里面的叫军事坑道，记得吗？北海。对，这都是坑道。好，我们先下课。那么出嫁以后要回娘家，就说第一次回娘家的时候呢，爸爸妈妈就会送他一盏灯带回去。把这盏灯带回去挂在家里面，告诉他要怎么样生小孩，争吵报国生孩子，这了解吧？希望说带给他们福气的意思，所以风筝有这个意义在里面。好，以后大家就了解了，风筝不是只有挂的好看的，不是哈，它有它含义的啊。马祖的历史溯源从哪个朝代开始？好，放下，一二三。好，宋朝开始，距离现在大概多少年呢？900多年。900多年了。怎么讲？我自己不知道，随便摸一个奖好了，好不好？包包里面是神秘奖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奖。好，那个一个运动报啊。好，老师再问一下，马祖的地理环境，马祖位置在哪里？马祖位置在哪里？举手，举手。好，可以了，放下来。一二三。OK。好。台湾的西北方，距离台湾大概多远？多远？啊！是啊，是我。距离台湾多远？多公里。啊，将近200公里左右，对不对？好，问回京。回京。好，再来问一下。行政区域，马祖行政区域分为哪几个行政区域？好，哪四乡？平乡、南乡、东乡、北乡。OK， 好，答。好，这个算出来。